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不能讲这样大声，因为我父母在睡觉。现在已经是凌晨，2:43。然后我睡不着，突然间想到一个很想做一个 YOLO 的事情，就是我很想下新加坡吃一个云云粉，然后回来。Hello Ken 啊啊 Ken， 哎我有 YOLO YOLO 回新加坡。你讲回新加坡谁啊？谁个云云粉有看到啊？We all know, 阿齊哥哥大佬等乜嘢 ？You only live once 呢，去啊！成功，他现在来着，然后我们就下新加坡啦。废话多说，帅啊！拜拜。哎。Hello。What's time？ 啊。继续睡觉。我已经到了。我终于到了，那时候我没有录影到，不懂为什Fishball noodle day dry. 送行，不要吵。妈的，肥佬酱！我觉得我要打回去了，东西就吃了啦，走就走完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第六睡觉就是这样。OK， 好吧，到家。Boom， 我回到来了，我终于回到家了。现在都已经是，刚才我们6点回家，现在8:40。2点没有事情做，太闲睡不着的问题，所以去到新加坡，当然为了吃一个鱼云粉。这个大咯 ，worth 咯，好吧，影片到此结束。Remember to hit like and subscribe. Of course, share the video. So, I'll see you the next time and bye bye.